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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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感受到你们的温暖。我今年七岁，目前二年级。平常在学校有学到生活课，在寄养家庭中过得很好。再次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。我今年15岁，目前就读五专一年级的新生。平常在学校都自在读书、写笔记，或是与同学聊天、讨论作业。在寄养家庭中，我会帮阿姨做一些家事和聊天。阿姨很照顾我，给我无数的温暖，让我很开心，也很感动。再次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。祝身体健康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